女主角的水影后门五位都到齐。今天有讲好配色吗？刚好是两个色系。就我们刚刚在小台上站的也是三个黑的在这里，好了，颜色好东西。谁在 C 位刚刚？小芬姐吗？两位姐姐，资深一定要站中间。小芬姐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这么久回来，就是一个电影。成绩这么好，我觉得这个能够入围我就已经很开心。然后我婉姐是二十年没演了，都是用一种新人的姿态，尤其是跟他们能够一起入围，我觉得玩的这样子的，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。他来的相亲节，你已经就这些影后啊，相亲节，没错啊，列表。丽丽姐跟小芬姐就是有多久没见了？很久吗？哦，那个富贵在天到现在。对啊，您是富贵在天。所以这次要一起竞争以后，大家之间会有火药味吗？没耶，火药味完全没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好姐妹。祝她得奖，祝你得奖，通通都得奖。先告颁奖，今天是好，我们今天三位男配角入围者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拍女配角，我们四位女配角回家都可以睡得很好。对，可以吧？对，因为蛮累的，因为又要顾妈妈，又要顾孙子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妈你在吗？在啊，两岁三个月。是儿子还是女儿？女儿的。我们要聊我们的，我们要聊，聊这边，忘了我们的。得奖的感觉有想吗？得奖感都没有准备。就觉得入围我就很开心，回去晚上再讲。那后辈们会不会就是希望？好，就小芬姐成绩这么好，好像拿过以后什么？对，丽丽姐是。那你们会不会说哦，拜托这次就换我拿这样？希望前辈让贤这种心情。拜托前辈。好配合。看到名单真的很震惊，就觉得天哪，我竟然可以跟他们一起入围，就非常开心了。这是真心话，但如果能够得奖当然很好，可是还是觉得对，很期待看到姐姐们拿下奖。那冠廷有跟你说一些鼓励的话？他就说已经很好已经很好，意思是告诉你不拿也没关系。反正一起以后机会多的是啊。没有，他就觉得说你不要再吃巧克力饼干了这样。我猜在家就还是为所欲为，他就觉得我这样子配当一个女明星。他会管你吃什么？就是我如果真的吃太多，他就会说好了啦，不要再吃了。这么好啊，烤鸡就一顿这么瘦，好吗？好，负责饮食控管。那你回家能吃就是福了。君宁这次也是为戏瘦了很多。对，那上之前受访的时候，你就说不想拿是骗人的，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就是我觉得跟这四位一样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很想拿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就真的可以跟这么好的前辈，跟很好的演员坐在这里的时候，真心的觉得很开心。因为君宁上次拿北影也是刚出道的时候咯。现在是改制，没有印象我发生过，所以我还想说我这个失忆，所以心情有完全不一样。酒会很开心哎，然后酒会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，然后因为明天就是明天还没有到，所以在今天的时候那个紧张心情也就到一点点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刚才主席在台上说那个，在我们在这边竞争，但是我们出去就是台湾电影人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哽咽，就觉得可以一起演电影，然后。坐在这边跟这么多电影人在一起是件很幸福的事。那因为旁边有一个去年才刚得奖的，有没有想说今年就今年就得奖一下啊？那明年就漂亮了。讲到漂亮，那战服的准备状况有亮点吗？大家都期待。有辣吗？尺度怎么样？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我好像比较。还是比较注重你要怎么穿得让自己舒服，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其他姐姐有打算要怎么样惊艳红毯吗？惊艳全场这样吗？我嘛是也没得露，那就算了，别露了。先打个红毯第一美。对啊。没
没办法拿第一，所以拿第一就是气质跟那种力量，气势吧，气势感，出去就很有班这样子。我就是全场最美，那君你自己，明天继续努力。要做什么？对，就得奖的话要犒赏自己。大家得奖应该都先庆功吧，就是对吧？应该要开场先喝水，先喝喝啦，我也太开心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谢谢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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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盛大吧，赞啊 ！Man Gigi， 还有 谢谢哦，知道就好。放闪欸谢谢。